你好，我姓黄，我是本身是一个智科医师。我之前遇到烦恼是因为每次晚上会起来尿尿很多次，大概有3到5次。这个事情已经困扰我1年多了，而且很严重的影响到我的睡眠品质。我用了这个 ID 过后，大概3到5天就开始改善了，就完全没有去上厕所这个问题了，可以一觉睡到天亮。这个 ID 含了过后呢，我改善我的夜尿问题呢，不单止呢，我以前夜尿的时候我还有很多泡泡的，是因为通过 ID 含的，所以现在我感觉到连泡泡也没有了，证明它已经在我的身体已经发生很大的表现，所以我肯定会介绍给很多朋友。